谢谢哈，我刚才在下边一直在听啊，丁丁在跟我们讲，戴安娜在跟我们讲啊，如何去讲故事，我听得都很入迷哈，还做了很多的笔记。那我觉得就是回应一下，我有几句话特别打动我，就是傻傻的相信啊，默默的坚持啊，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讲故事，不是虚构一个故事去讲，而就是在自己在践行这样一个事情啊。那后边我又加上了认认真真做事，所以啊，傻傻的相信，默默的坚持，认认真真做事。那如果我这些都做了，我还不大会讲故事，那我们就请会讲故事的专家，请那个戴安娜帮我们来讲故事就好了，因为术业有专攻嘛。好啊，那这是稍微说了一点这个特别有感触的哈。那我非常感谢我们广东省工业设计协会哈，也感谢我们钉钉电视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那这里其实我在很多的不管是分享啊还是培训呢，它是一个高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呢我也想跟大家进行更多的互动。像我们很多的这个企业家，我看在自己各自的行业也都是取得了很高的很多的成就哈，也都是功成名就，而且也是在自己的行业里都是有很多的多年的积累。所以我们也想听一听呢，就是你们这次来到美国哈，包括不管是在东西海岸，这个要行程肯定是带着很多的疑问哈，也许是有一些困惑，也许是有一些难题哈，也许是说有一些感触。所以我想你们可以花1分钟的时间在纸上写下来说，哎，你来的时候带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难题，或者是一个什么困惑？那走了这一圈呢，你感触最大的是什么？哈，快速的1分钟，简洁一点。好，我看大家都很认真的在写哈，快速的，我们请两位来分享一下，您来分享一下可以吗？是这样，就是我年纪可能在这里面比较大的，我一生是碰碰撞撞，然后做过很多行业，我做过这个纺织，做过新材料。做过，现在是做 container 跟 equipment，但是我这个一路走来呢，我走站在上面吧，争取1分钟，就是只做不说，就是 just do it but not story。But now I believe I start my story now from 钉钉，OK？Thank you very much。啊，那这里会从更多的视角哈，不同的角度去来是来重新去理解自己的做事情哈。啊，我看看啊，我们请一位男士来派代表，那个丁总来说一下。我简单列了四个哈，就是我带什么问题来我们硅谷的。第一个是，硅谷为什么可以引领全球的创新啊？
然后过来我稍微比较惊讶一点的，就朋友提醒我，他说硅谷是一个农村，他说，但是我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分散，就是这些优秀的企业啊，这个我回去要好好的总结。然后第二个，深圳可以学习硅谷的什么东西，在我这两天在感受的，我觉得这种文化跟氛围是要很好的去研究的啊。然后这个导致我做了第四件事，也是我以前的一个个人的小的一个梦想，然后去乔布斯家的车库拍了张照片啊，昨天。第四个的话，是这次带过来的一个工作，就是怎么跟我们的硅谷的合作伙伴怎么来共同推动合作。包括刚才丁丁老师说的这个 Indiegogo 之前也是我们的重要的合作伙伴，包括500孵化器啊，然后我们都之前推动过一些，然后下面想怎么去真实的啊，我觉得刚刚丁丁老师说的很好，怎么真实的啊，我觉得我们南方的企业家有个很好的一个优点啊，非常的实在啊，我觉得是怎么去认真的去推动啊，包括我们这次的那个美国之行，我们跟胡会长也想后面怎么去推动这种合作的，以后形成一种这种常态的一个机制。好，谢谢。好，谢谢。好。非常感谢哈，我们那个两位老师给了非常好的这个反馈，也让我知道我后边这个内容我来怎么讲哈。这个可能也有，我们有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疑问。我的简单那个简历我就不念了，刚才那个戴安娜已经帮我介绍了。那我是在美国读完了博士，然后去那个美国再生能源国家实验室做科研啊，然后到后来到IBM 科研中心依然是做跟新能源相关的这样的研发，以前都是科研。那后来在硅谷呢就进行了创业哈，当然创业就像那个我们戴安娜说的，就是死过无数次，掉过无数次坑哈。后来呢在慢慢的这个演变的过程中，自己怎么学着说搭一个梯子哈，从坑里能够爬出来。那后来我这个发现这个梯子也特别特别有用的一个工具，也是思维方法，就是设计思维。所以呢我今天的后边的这个分享主要围绕这样一个设计思维的方法，也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在座的呢我们叫广东工业设计协会，所以我们来的这个专家呢很多都是设计界的大咖，而我呢本身不是学设计的，但是我给大家讲设计思维很有意思。那么说到这个设计思维呢，它的这个起源呢还是从斯坦福大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源。但是我想先问一下大家，去过斯坦福的举一下手。还没去过的那个听说过斯坦福有一个设计学院的举一下手。好，我们这么多都听说过，好，太好了。所以其实回应一下刚才我们那个丁会长这个话题，就是硅谷它的创新啊，创业它的这个优势，它的资源到底体现在哪里。那这个可能我们刚才那个已经跟着这个戴安娜学讲故事，那我再讲一下这个斯坦福的故事啊，以及跟硅谷相关的那个部分啊。其实那个大概是一百七十多年前，也就是在我们中国建国是49年，那1949年，那100年前就是1849年前后，那个时候硅谷开始了淘金热啊，就是以前这个硅谷其实没有什么的哈，就很荒蛮的一个地方。然后有人发现了金子之后呢，这个时候大量的人员就涌到了硅谷哈，那个时候旧金山大概涌进了30万。那一下子这么多人呢，他们可能有的人挖到了金子哈，有的人呢其实很多的人没有挖到金子，但是他就催生了很多相关产业啊，不管是洗衣服做饭提供工具啊，甚至包括运输。所以当时这其中有一个人呢叫那个利兰斯坦福啊，这个人呢他是从东部过来的，之后他当时是在挖淘金潮的时候，他是铁路大亨啊，他修了这个铁路。然后呢他在这个修铁路的过程中他赚到了他自己的金子。那他后来还成为这个加州的州长，然后包括成为美国的议员
是这样一个相当于首富和显赫的这个角色。那他有一个老年得子哈，有一个唯一的儿子特别宠爱，结果在这个孩子18岁那年，他们去欧洲旅行，这个孩子就不幸染上了伤寒病，然后立刻就身亡了。这个夫妇俩自然很伤心，因为这是唯一的一个孩子哈。那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样一个传说哈，说是那个哈佛的校长接待了一对老夫妇，说要捐钱，然后哈佛校长不要，结果这个老夫妇一气之下自己办了一个学校。这个传说可能都听说过哈，那今天给大家正式辟谣，纯属谣传，没有这回事啊，以后不要谣传了。确实是这个斯坦福夫妇呢，他们去拜访过哈佛的校长，然后哈佛的校长包括其他大学的校长也给了很多建议哈。然后他说当时办一所大学要100万美金，哎，他说哎，我们可以有这个钱。于是他们就拿出了在 Palo Alto 的那一个庄园，因为他们是这个首富嘛，有很多的地哈，就拿了现在斯坦福的这个那个地的一块庄园，然后呢就决定说我们已经不能为我们自己的孩子做什么了，那我们就把整个加州的孩子都当成我们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这所学校就是给加州所有的孩子这样一个学校。然后呢这个学校当时就有很多的创新，包括男女同校，包括不会因为你家庭的收入去你就不能去读书，所以它有很多很多的创新。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的话，就是在那个斯坦福的椭圆广场有一个标志性的塔，那个叫胡佛塔。这个胡佛呢，我们知道美国的第31届总统是胡佛总统，他就是斯坦福首届的学生，然后包括他后边呢引领创建了斯坦福商学院，斯坦福的商学院已经成为斯坦福最受欢迎的这个学院，而且在这个整个美国的商学院当中也是他是创新创业非常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这是他的这个发展简单的一个发展的历程。那后来在硅谷呢，其实我们快速讲，就是在冷战之后，实际上当时呢有很多的这个军方的技术啊产品啊，它需要有个出路，因为这个冷战不需要了嘛，但是它怎么去转化呢？它是需要从军转到民的，对吧？那当时斯坦福的发展它也受到了一定的发展一定的瓶颈，所以它就开始把自己的这个决定把校门开放，所以把周围周边呢就开放了很多的这个孵化器一样的创业大街然后让鼓励这个教授那个同学们拿着这个技术拿着我们这个研发的这个专利，然后出去创业去寻求更多的应用。所以其实它是和这个国内国际的环境跟国家的这个发展，然后以及它的这种开放态度相结合，于是这个斯坦福的它的发展实际上是引领或者是带领了这个硅谷的一个发展，可以说它是一个核心。举一个简单的数据，就是斯坦福的校友们创建的企业如果加起来的话是世界第10大经济实体，所以可见这个斯坦福的校友他的这个创新创业的这个强大。那这就说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了哈，说这个硅谷的发展也好，斯坦福的发展也好，它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哈，可能本身人员的素质比较高这是第一。第二呢，可能大家可能慢慢就会理解说它是一个生态体系，它不是简单的某一个单方面哈，比如说我们的技术、我们的人才、我们的这个产业方面，包括资金，包括整个的这样一个硅谷的文化哈，包括很多就是从我们这个丁丁硅谷看世界是可以完全能够深刻领会到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是有套路的，它是有方法的，你是可以在这个体系里进行培养和训练的，所以就说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方法叫硅谷创新方法论。实际上这时候我为了大家呢更能够容易去理解，用这种直白的方式去表述，但它的学名呢是叫做设计思维，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设计师哈，我们从设计界来的，叫英文叫 design thinking， 所以就说到核心关键了。那么说到这个 design thinking 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到斯坦福它最受欢迎的学院以前是商学院，但是最近几年我们大家都有听说过设计学院哈。设计学院呢它成立在2005年，很年轻不到20岁15岁。然后呢它不教设计，它虽然叫设计学院但它不教设计，你要想到那里去学设计 你走错地方了。然后它又不发学位，
没有任何人拿到，因为我们可能读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工程学院、教育学院，我们都拿到他们的不管是本科、硕士、博士学位，但是在这个设计学院没有任何人拿到学位。就这么样一个地方，他很年轻，他不教设计，他又不给学位，但是他已经成为斯坦福最受欢迎最火的学院，他的课程呢对于学生和教师们是开放的，但是经常呢你报名你选不上，因为太热门了。那他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法宝呢？那我们快速的来看一下哈，说这个设计思维是什么。说完之前，其实我这里展示的几张都是斯坦福设计学院的这个照片，也就是说他可能我们做设计的会理解，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学院或学校或教室的模样，它是一个开放的，更像一个工坊啊，大家在这里可以创造。这是平时大家可能是工作讨论的场景。那它这个楼下的大厅看上去一点都不高大上哈，简直就跟一个毛坯房一样。但是就这样一个地方，其实它是创意无限，充满了无限活力，能够激发人的那种创意潜能的一个地方。这句话也特别的有代表性的 The only way to do it is to do it。 这个是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在K12 教育方面的这个投入，因为实际相当于说未来的这个创新型教育，我们未来的孩子要长成什么样，可能就是要有那种无限创意的，没有条条框框限制的，能够去改变世界的这个斯坦福设计学院也在这个教育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好，那就说到了我们今天的重点哈，这个斯坦福设计学院的法宝就是设计思维 design thinking。我问一下，咱们在座的就是听说过 design thinking 的举一下手。遇到专家了，这是我在所有的这个课程中遇到这个听说过 design thinking 最多的，比例超过了差不多50%，甚至在硅谷都没有这么多人去了解这么多的这个有关 design thinking 哈。简单的说，这个案例呢，说的是这个GE 的一个工程师可能我们大家也很多人会有听说过。他呢，也带着他的这个技术团队做了最先进的 MRI， 就是核磁扫描共振仪他也非常骄傲，这个产品甚至得到了这个国际的这个大奖。然后他就跑到医院里去看这个仪器工作的怎么样，他兴冲冲地跑过去，然后医护人员也很开心说，你们工作那个仪器很好用哈，他也很开心。就要离开的时候，这个时候来了一对夫妇带着个小女孩他们要来做检查。那做这个核磁扫描，其实我们做过的人可能会知道哈，它是在一个很封闭的环境里一个很奇怪的仪器，然后要躺在那里边一动不动我上课的时候问很多大人做过检查了，他们说很难受很不舒服，甚至还有些害怕。那对于孩子来讲呢，这个就是一个简直是个怪物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小女孩她就哭闹不止其实在医院里很多情况都是这样所以一般情况大家肯定说尽力安抚吧，她如果能配合那就好了，但是小孩子嘛很奇怪。然后呢再不行的话可能就是要找麻醉师用镇静剂。那在美国在中国其实用麻醉师这是一个重大的医疗举动，这费用是很高的，而且麻醉师不一定实时在线，他可能在帮助其他的病人再有可能实在不行的话那就另约一个时间，一个是会耽误病情，那另外这个仪器的检查效率也会降低，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对于我们这个设计的工程师来讲，他说没，这个事跟我没什么关系，因为我机器工作得很好。但是我们的这个工程师呢，他就觉得说我忘不掉这个孩子这个那种痛苦的表情，我想象不出来我发明的仪器会让孩子这么痛苦，所以他就决定来解决这件事情。但是他回来之后他发现说我公司没有钱，因为这一台仪器就要数百万美元，那研发经费要数千万，没有这个经费也没有这个项目你就不要去想我们说再单独成立一个项目组，没有可能。那他依然去想我怎么来解决这件事情。后来他听说斯坦福设计学院刚好有这个创新的工作坊，就跑去学习。然后在那里呢，他就会看到来自不同专业不同背景的人在一起呢去
集中为解决一个难题去做头脑风暴，去如何去提高用户的体验。他 学到了这个方法之后呢，他回来之后就知道他怎么做了。哦，你不是没有经费吗？好，没有关系，我组建了一支志愿者团队。这个志愿者团队呢，是由公司里的技术人员，然后有医疗专家，有儿童专家，然后大家一起就是集中来研究如何能够提升小患者的体验。然后他们也想了很多的解决方案。那最终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这样哈，这个仪器本身它都没有变化哈，原来的这个仪器都没有变化，只不过我在这个仪器和这个屋里加了很多的彩绘啊，甚至还有不同的主题啊，比如说海盗船主题、太空探险主题啊，然后这个小患者们就高高兴兴的这个非常开心的去做了这个检查啊，然后医护人员和家长们都很开心啊，另外这个机器的运转效率提升了，实际成本大大下降了。Dog 呢，这个工程师也因此提升为公司的创意总监。但是最让他开心的是，小患者们做完这个检查之后呢，都问说：“妈妈，我明天可不可以再来？”对，那这个就是典型的用设计思维去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案例了哈。他就告诉我们，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设计思维是什么呢？我们说这个以人为本，因为我看到其实我们做企业很多很多大家都提以人为本，包括在我们在国家啊，现在都在讲。那以人为本是什么意思？这里边有三个元素，也就是说第一个元素我们用三个圈来表示哈，就是用户的需求，也就是人的需求。那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案例里边，这个人是小女孩，她有什么样的需求？谁想到了可以说。这个孩子有什么需求？好玩儿，放松，不害怕啊，有安全感，去除恐惧，对吧？好，那么第二呢，就是科技的可行性。讲到这个时候，我经常会问大家，我说他们用了什么科技？大家可以想想。在这个解决方案里，用了什么科技？绘画，有人就说没有什么科技，因为我们说到科技，常常想的就是高科技、黑科技、硬科技、炫酷的哈、啊，这个演变成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觉得这个热词这叫科技。但是这个绘画、彩绘、设计，它是不是科技？它也是，对吧？只不过它太稀松平常了，我们可能以为说它已经不是科技了，但是你如果是让一只狗狗给你画，它是画不出来的，对吧？好，那第三个呢，就是商业的可延展性，商业的延续性。简单来讲可以理解成为钱，也就是说我比如说我做研发的时候我没有钱，那我只能在没有钱的情况下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如果我因为没有钱我就不去做了，那它就没有办法去延展了，对吧？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做出了这个产品，我是要有用户的，用户愿意为这个功能、为这个产品花多少钱买单。如果他超出了这个用户承担范围，再研发一台数百万美元的机器，我医院里就没有经费了，然后我这个保险公司也不愿意承担。那么他们这个解决方案呢，实际上只花了几千美元，而且多数是设计费用。所以在这样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一个方法就解决了这样一个难题，而这个中心的核心点，就是中心的那个甜点，三者融合的那个部分，我们叫创新。对，那因为我们都是做企业的，这里我就不讲了哈。这个创新它实际是创意加实施，就是你要把它做出来，你说只是脑袋里只是一个想法，或者我们天马行空，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在学校或者是普通的这个企业，大家都会说创新不应该是那个灵光一闪啊，这个突然冒出来一个点子，全世界都没有人想到，不应该这是创新吗？但是如果是那样的话，它只是一个创意停留在这儿，如果你没有把它做下去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去让更多人的收益，它也不能流传下去哈。好，那么这个可能我们因为大家都是在设计行业的专家啊，这些方法可能平时都会用哈，所以我常常会讲所说到这个设计思维，它不是
专门指的是只给设计师用的，实际它可以延展到很多很多方面。比如说我们国家就有一位伟大的设计师，他是谁啊？对，他会画画吗？他会画，他会画圈儿。所以我就给大家讲说，你要是觉得你不会画画啊，你只要会个画圈儿，你就能当设计师，对吧？对，所以其实就是在设计思维它给到我们一个概念，后面我们会讲哈，它让我们快速的小成本试错，小范围试错。所以在我们要做一个重大的变革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伟大的设计师是怎么做的？先在这个圈儿里玩，对吧？摸着石头过河，然后这个白猫黑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大的范围内进行变革？就是因为说当时的那个环境下，如果我们在全国进行变革，那肯定是失败的呀，肯定会乱掉的，肯定会这个不可收拾。那么这个时候我只要在我能够承受的成本犯错这个成本范围内，在小圈里你随便可以玩，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进行创新能够保证它稳步向前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哈。好，其实要延展起来讲很多哈。回想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因为我在教创新的时候，我也在思考创新背后的这个逻辑，或者是说它的这个链条，或者它的一个发展过程。好，那这个可能就会回到到一个更大的维度哈，因为刚才我们戴安娜也提到哈，说我们可能是要跳出自己原来的那个熟悉的领域来看，那这个可能是站在整个人类发展的这个进程来看，也就是说我们看人类的这个发展或者我们的认知，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是说我们先对科学进行认知，因为我们不知道嘛，我们对所有的一切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先去理解。那么这个科学在科学理解基础上产生了技术啊，技术可能反过来又促进了科学，这个是相辅相成的。那么然后有了技术之后呢，我们才开始有产品，有了产品之后我们才开始有商业，有了商业之后呢，慢慢形成了它的这个社区，然后再呢到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社会，就大概是这样一个，这只是单一的一条曲线，但是它可能是循环往复的，而且是很多很多的这个曲线叠加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技术它可能是一个技术浪潮一个技术浪潮推动着下一个技术浪潮，对吧？假如说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人工智能啊，这一个科技这一条线条，大家看一下它现在处于什么样一个阶段？差不多在这个地方，对吧？好，那么比如说这个互联网，它现在处于什么样的阶段？社区到社会已经融合了，大家不觉得它是什么技术了，对吧？好，那么我这里虽然写着这个设计思维解决问题的范围在这个里边，但其实它不局限于，也就是说其实比如说科学，那这个里主要讲的是这个基础科学，那这个部分一般都是什么机构来承担的，谁来做的？高校研究所教授们，对吧？国家来承担的。那这个技术呢，这里呢是指的这个底层的技术哈，很多的。那这个部分呢多数也是由研究所，然后呢还有一些头部的公司啊，比如说像我原来的 IBM， 他们就是，我是科研中心， IBM 十大科研中心，他们有很多这个技术方面也是从这个公司里的这个科研中心，包括现在的谷歌做很多的。那么其实我们的企业啊，或者我们辅导的多数的这个学员们，他们基本上处于这样的一个范围内，对吧？所以我们的产品可能有的是在商业，有的是在社区。那么对于那个社会，对于政府，其实它也是非常适合的，只不过那对于我们很多的企业来说，不用我们担心那个我们不用替习大大操心哈。当然如果你这个企业已经很大了，因为比如说我看到我们这个中级它的网站上有提到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其实我们大型的企业也要承担很多的这个社会的责任，那它依然可以用设计思维来解决问题哈。那么这个是一个技术的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发展曲线哈。好，那么来看一个具体的案例哈。如果前两年大家到硅谷来的时候，在我们大街上还可以看到这样的无人车，
这个是谷歌研发的无人车。那时候我们在这个高速上开着开着，经常会哎看着那个是说哎无人车，然后我们就开过去一看呢，里边还有人坐在那儿。那我问问大家说，那个里边为什么要坐一个人？他既然说是无人车，为什么还坐着一个人？其他的司机放心点。嗯。乘客啊，确实是要解决那个一个方面的问题嘛，啊，可能是一个实验者或者对，对，特别有意思哈，对，好，我们大家都已经开动起来脑洞了哈，对，大家说的都有。可能因为当时是它是可以，就是我们加州的法律还是很宽松的哈，就是实验是可以的，而且其实它的这个性能各方面呢，其实已经不需要人坐在那里哈，理论讲它都可以做得到。那确实它像我们这个第一位老师说的这样，就是比如说我是那个普通的司机，我开着开着，然后我一看这车里没人，然后立刻把我吓晕了，就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其实是这个让其他的司机们放心的哈。那么谷歌这个机构特别有意思哈，它可能全世界只有这么一家这个可以叫什么呢？就是土豪有钱，我想这么玩，它大概是15%-20%人赚钱，就是要。20%的人赚钱养家，80%的人貌美如花。这20%的人你就赚钱，然后剩下80%人你爱干啥干啥，你觉得什么酷干啥，你觉得什么炫你就干啥，你只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有什么人买不用管啊，我们有钱啊，就是土豪玩法。那么他们研究这个无人车，当时也是就是从这个无人车的这个底层的技术，其实基本上这个作为无人车所有的这个技术都可以过关了。那么到进入到市场阶段，就是说到产品和商业阶段不做了。所以呢，谷歌现在这个无人车这个部门解散了。那他的多数的人呢，有一部分人被 Uber 挖去了哈，他或者是被其他，现在这个无人车的人才特别缺，当然他们也孵化了 Waymo 也是就是很超前的这个无人车研发公司。那么到 Uber 做的时候，他就做什么了呢？他就开始做这个用户数据了啊，你早上几点钟要出门，然后我要到哪里去接你，哪个小区更密集，你要到哪里去上班，所有的跟用户相关的数据了。那么这个可能还是前一两年我来收集的这个素材，那么这一两年的话就飞速发展。我问一下大家，有谁试驾过特斯拉的那个无人驾驶功能？那个戴安娜，对，我们这个有几位哈。我建议如果有机会你们都要去试驾一下，因为完全颠覆了我的驾驶认知啊，就整个的观念。我坐在那里就是惊讶的目瞪口呆，就感觉说未来世界那个车就在我这里，现实我就坐在那里啊，这个惊讶程度不亚于把那个电影里的未来世界搬到现实哈。然后这也是上次哈，在我们5月份的那个硅谷创业节，在这个创业节上谁来了呢？其中有一个 talk 是叫安朱阳，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是华人第一位参加华裔第一位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他就提到说这个未来这个无人车最先开始的可能是大货车，因为那个无人车最简单的是跟车，那么以后可能就是一个货车司机开3辆车，自己在前面开，后面跟2辆，所以这马上丢工作的可能就是这个中低端的这些人群。那么其实我这次在中国给一个，就是刚才提到铁甲网，他们是做重型矿山机械的，他们现在在孵化一个企业，它就是给矿山，因为矿山挖矿相对这个动作简单，完全可以用无人车来实现，因为矿山的事故又比较多，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用无人车。所以很快我们可能这个就会有更多的无人车应用的场景。披萨，在美国一定要这个点披萨，那给你送披萨的是无人车，到你家给你一个 code， 你一摁把披萨出来了。然后更有呢，上次也是那个 Steve Hoffman， 这个也是在我们硅谷创业节上哈，这都是我在那里边抓的这个最先进的信息。
烤披萨，你订披萨的时候，你这边一下单，那边那个货车里面有烤披萨机器人，他就开始给你做，给你烤，等着这个货车开到你们家里，新鲜出炉的披萨到了，然后你一摁这个那个一对暗号，这披萨就出来了，整个过程没人。 Zoom 这个已经是在街上跑的了。如果你还觉得说，哎，这是在硅谷哈，离我们还很远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消息哈。京东的无人售货车、无人送货机，京东的快递小哥，无人机、无人车，就是以后到你们家送快递的就是这个小哥了，对吧？所以其实这个发展速度已经非常非常的快。那么，说到这儿，其实时间关系，我就不让大家做练习了。但是我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题，也就是说，在你现在的行业或者你所做的工作，未来会被什么所取代？那同时在思考说，哪些技能它是不能被机器所取代的，不那么容易被取代哈，这个思考题。好，那么这个实际上这是设计思维引发出来很多的思考了。那么设计思维呢，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延展，它又有一套很简单的一个方法，五步方法。所以我经常会在各地用这个五步方法去，对于企业的这个转型啊、创新、创业公司的这个从零到一啊，包括现在我们进入到这个高校，因为未来的孩子一定他要有这种创造的能力，而且有方法，那么这个还会成为未来教育改革的一个主题方向哈。这个具体我不延展，只是告诉你说，它是有方法的。比如说我们这些老总都很厉害，你自己都很创新，你怎么让你的员工、让你的中高层、让你的基层都有这种创新能力，我们是可以来培养的。好，那么总结一下，就是这个设计思维啊，简单的来讲是我们设计一个产品可以用的，我们设计师的可以用的，但是更广泛的它对于我们企业甚至对于我们国家它是怎么用的呢？因为我们现在大家说都是常说的是焦虑哈，企业焦虑，人也焦虑哈，焦虑就是说对未知的恐惧，对不可控、对不确定的恐惧啊，没有安全感。那怎么样才能在，既然这个社会已经是这样千变万化的了，已经没有人能够把控它了，那我们怎么样才能不焦虑呢？那其实它就是像一个打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在一个纷繁复杂变化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我有这样一套方法，我知道怎么能找到我的猎物，我知道怎么找到我的路径，就好像我 GPS 在手，我走到哪儿都不怕，对吧？所以它相当于是给我们的企业、给我们的创新者手里拿了这样的一个 GPS， 而且这个 GPS 不光光是导航，还给你的方法，告诉你一步一步一步走到你要去的地方。所以它让我们在这个动荡的这个年代里哈，心里更有底，是这样的一个方法。好，具体可以应用到很多方面，除了我们大家熟悉的实物APP 网站，包括服务体验、工作流程、商业模式、企业文化，很多方面都可以用设计思维来设计。那还有就是，如果把我们自己的人生当成产品，那我们还可以设计人生啊，这也是斯坦福大学最受欢迎的一门选修课。这两位这个专家呢，他们是都曾经在苹果公司工作过哈，然后他们也是设计思维的专家。后来他们发现说，哎，斯坦福大学的老师、学生们，其实他们也会焦虑，也会迷茫。那我们能不能用这样一套方法去帮助他们找到人生的目标？所以他们呢，就用设计思维来做人生设计。这个，我也是他们这个设计思维就是人生设计教练首批认证，所以我也在教啊，同时教设计思维和人生设计课，它是有点相辅相成的。因为其实我们做企业，我们会知道最难解决的是人的问题，对吧？不管是带团队还是个人的问题，还是互相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那么人的问题解决好了，可能这个企业的问题就更好解决了。那我们怎么来解决人的问题？那人生设计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和方法。然后解决好人的问题，我们再来做企业哈。
好，那为什么需要呢？因为我们现在应对越来越多的复杂的环境，包括我们是更大的一个融合啊，我们不光是人员的融合，我们市场的融合，包括我们国际化啊，都需要这个设计思维。同时呢，它可能一开始是方法论，是工具啊，特别是我们如果是从设计师出身，会知道这个是特别好用的一个工具。那么慢慢用起来之后，就会发现它就变成了一个思维方式啊。对，已经打破了原有的那种固化的这个思维，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思维方式，已经延伸到很多很多的这个机构哈，具体我就不说了。那么在国内外呢，我也给很多的这个企业哈和创业公司，包括孵化器哈，包括大学甚至中学和小学以及他们的老师们做过很多各个方面的这个顾问咨询和培训。因为我们是从那个广东省来的嘛，那这个正好今年五月份呢，斯坦福在广州外贸外语大学办了一次创新创业的高端峰会哈，包括很多高校的这个创新创业的学院的院长们哈，也来一起来探讨说我们中国未来的教育啊，一个是创新创业的教育，另外还有一个新的提法，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有听到，叫专创融合，专就是专业的专，创就是创新的创，或者是这个以后我们在教育这个学生，我们学专业，比如说普通的你可能是学化学物理计算机啊，设计英语历史经济，那这个时候你在学这个专业的同时，可能都要加上一个创新创业企业家的精神，另外呢还要把这种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融合到各个专业，这是未来教育的趋势。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斯坦福的创新创业的这个导师课程也在中国的高校落地，所以如果有孩子的话，你们会关注到未来我们的孩子都会来学习这种技能和思维方式。好，那我们既然大家来到硅谷哈，硅谷它其实它的这个是国家公园最多的一个州，所以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啊，去到这些国家公园都很有特色。其中有一个国家公园叫死谷 （Death Valley） 啊 ，Death Valley 呢就真的是死谷一片。这个是几年前我们路过死谷的时候照的照片哈，就是那个地方没有植物，没有生物哈，我见过苍蝇啊，没见过别的。那么这几年呢，就是由于加州气候的变化啊，每年的春天呢，死谷就变成了那个样子。死谷就变成了花谷，所以其实在讲我们的企业也好，讲我们的员工哈，或者讲我们的学生，讲我们的孩子，如果你认为他是没有创造力的，他是死谷一片，那么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死谷，他都有可能变成花谷。但是我们想一想，死谷怎么样才能变成花谷？这里需要有哪些元素？土壤、环境，还有呢？阳光，还有呢，最重要的种子，也就是种子其实一直都在，那么只要我们给它合适的这个外部环境，种子就会发芽。那么种子为什么不敢发芽呢？其实这也是因为我们惯常的那个评判、批评、怕犯错、怕失败，这种已经把我们牢牢的限制住，把我们的员工限制，把我们的学生限制住，甚至把我们的企业家限制住。那么如果我们害怕失败，我们就不能够鼓励他去尝试，对吧？那反过头来，那如果说我想尝试怎么办嘛？刚才告诉你了，画个圈儿在里边，摸着石头过河，对吧？等你到这个圈里边的这个积累的经验教训都学明白了，你就可以把它推广到更大的一个范围。好，结束之前呢，大家稍微花一点时间在纸上写下这样几个思考吧，也算是个小复盘。就经过我刚才一个简短的分享，你喜欢啊，我喜欢什么，我学到了什么，然后我希望什么啊，作为我们这次分享的一个小结。好，谢谢大家。